大家好，今年看老天伺候的对不对，也让人看熟了没、一下这个就讲讲，今年换一轮不讲道了，坐呗，坐坐上坐上，我跟他说看他吃我吃喝中、先搬上照了一会儿锻炼出来了，以我年轻了跟你一样也是俺弄了一步点，我是觉得家里家里都走了、好了，四老板哎，你给送他回来了。哎呦，跑来了。哎呦，我上头了，给倒水了，弄那。来来来来，俺的老李来了。来来来，带带带。先出来，叫俺的小娜给你抬。就打个抽吧，就。你叫打个抽吧。哎。哎呦，哎呦。哪是我这姐？能做三个点儿。老不啊。好，先讲了。真是一年不见，光想换了样。那十年不见。就这。再便宜点儿。哎，便宜点儿呗。啥时候啊？疼。别疼啊！这伤，你看这伤跟小路可大了，跟。伤什么问题、啊？没有，伤风可得，我他妈讲你。我怕你腻了。哎，我也是。哎，你看看嫂子陈谦讲的。我怎么看？我想说你那老行去了。你看看，就那俩的运子来的。俺娘，我还想着十来岁了，讲了真对，俺娘三叔叔。今年这讲的算是对，看瘦了要看下，干的算是美。干的瘦了，人都没瘦了嘞。哎，已经是的，他卖不熟，他肯定不熟啊。这也不用教了，你看是不是？你看，这比教的运多了。教了，快升山，快的升都没上了。这省多少力？你好不容易打电话了，打电话没讲你，别找死了你。咋不他的病了就不讲我他的？那他的病了也不中。那咋了？那不中，你的分你没排上队。哈哈哈哈哈！咋的？我瞧你那车都不中。你没排上队，你不是今下午搁这我住？下午呢？人是好了，病了。哎呀，你看我这号设计4点多就四点都排队了。别这设计队是啊，哎，那不管，你回来给好，给好，给好算账，给好算账，哎哎哎，好，那中不管，给好，我中。讲完了，洗手，讲完了呀，咦，老太爷伺候的是真得是，看受不了下下，这边一讲，哎，你看看，啊，我的，哎，接着看下集啊，我要请他俩吃饭，老太爷伺候这么得，看我请他吃啥饭，吃中午啊。下集我请俺吃饭的，今天前天出来没了吃，晒晒热的给啥，你俩不要。
这老太爷嘛又省了一些劲，可美可美了。经常我们在逮着他们就搓一搓，看帮我搓啥了，等我再搓了。这里第一名，第一名江梅啊！我忍不住，我十点多给他打电话给了，呀，今天很心虚，他几个回去了。那肯定了，一下都不上了，都这儿这儿的。我还有好好的培训，嫂子挨过来就觉得好苦。我说啊，我看到你在求我吃饭，我都是我给你操心。我叫你看，咱俩去地上弄啥菜物料？上午了，我好好物料物料恁俩，泼他一巴掌去。你好呀。你一块钱给我，你愿意不？两个，你愿意成天跟着塞一塞一点。这三颗肚子吃也吃不了那一巴掌啊！吃好点儿，反正咱花钱交底了，这省力了。嗯。反正真的啊。人家这回啊，俺嫂俺家催着你去递，催着你去递收的。恁俩一打工，要不是我就心想真收了。人家这一工。一点都不能没，人家不是俺村绕着村说你赶紧去收煤，赶紧去收煤。他说人家说不耽误我嫌弃啥了，地上都不吃啊。给你打电话，你该地，我叫我去赶紧去地看看。要不是我怎么打算也收？就这样。